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立农。今天呢，会有我的小粉丝们提问我问题，那现在我就来一一回答吧。我会发新歌吗？会，新歌呢在年底就会有新的专辑。第二个问题是跟你在一起吗？我考虑一下。农农，我真的很喜欢听你唱歌，可以请你录一段 Morning Call 给我吗？谢谢，农农加油。早安，起床吃早餐。农农宝贝，你睁开眼睛最想见到的人是谁？该不会是我吧？我妈吧。网络上常会有一些黑粉留言攻击你，会很在意吗？如果是一些比较恶意的，就是没有目的性的，那我可能还是会在意，但是我就不会理会。那如果是有目标性的，然后真的有一些想法，然后的粉丝对我的一些评价，那肯定的会虚心接受，然后去加以改进。嗨，农农，我想要问你，在高雄的时候有什么最推荐的必吃小吃吗？因为我想去那里遇见你。OK， 那我想一下，我最平常不吃什么。回高雄的话，比较一定会吃的就是干面嘛，卤肉饭、锅烧面、鱼皮汤。原来是你变了，原来是你变了，不会再主动了，不会再过问了。农农换你唱。一字一句一言一语全都成为人生中不真实的一部分。 OK， 谢谢了，谢谢。